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T 財智 Talk 啊！今日咧踏入2023年，大家咧都係不停做啲咧展望嘅系列啦。好、今日請嚟 Tommy 啦，同我哋講一下究竟咧，哇年頭好勁啊！即係股票又入錢啦，債券又有鬧底啦，好似一片光景咁樣。究竟咧，我哋睇短啲，譬如我哋第一季咧，呢一個趨勢係咪都可以繼續？我哋可以繼續跟風。